他发新闻稿给媒体了，说破了做记录了，啊，大陆车也有看到咱的行程，哎，咱都无上传了。难怪里面的粉丝说那个粉都不见了。什么粉？那些黑粉、啊。哎呀，还有照料阿美，那句话被搞成搞成搞成冠军了。真棒！所以这边有做记录是赛车教练老大，给你一个棒。所以瞬间你看，什么那奖造起来啦，什么让你成绩你造起来一点都不厉害。哎呀。瞬间啊，拉拢闭嘴啊！别管他头颅造起来，他造什么起来？我你看记录啊，你也是8.59啊，破了多少记录？廖云啊，你今天不是帮很多人签名吗？对啊。我看到啊，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？走过来。啊？看到我。啊你啊，我一定可以名字学漂亮点啊！你的爸爸给你念大学，你的名字写那么丑，自己名字自己练一下吧，名字练一下嘛。刚刚发新闻稿了。真的、哦？刚发新闻稿给媒体了。我破了做记录了，哦是哦，你有上传车呀，成功了，啊，大陆车也有看到咱的行程了，哎，咱都无上传了，难怪里面的粉丝说那个粉都不见了，什么粉？那些黑粉、啊，哎呀，还有照料没？还是上传了没？啊、然后本来那种七个卫星是不能上传的嘛，上传七个卫星，刚刚七个卫星上传，那个车也不会认的、啊。你刚好七个卫星有误差了，七个卫星不是造假，是误，觉得有误差了。卫星数太少会有误差。阿南咱们七个星那个什么那个乌云太密、啊，但是那个什么那个美国车呀，美国车呀，他们七个卫星就认账就没有问题。阿南不上传大陆车呀，嗯，啊大陆车呀了，也逃给我垮掉了。真的哦，啊你怎么知道？啊一看到大案呢呀，一共你为什么不上传呢、啊哦哦？啊你大案就讲啊，我们就七个卫星上传，你们不会认啊。嗯，你公认的，为什么不认？你们这两个车呀，你们都两个车呀，都成绩都一模一样的、啊嗯。啊，你们车呀都上传了，怎么不认？一共你们上传的，我们认了。啊，当时在签名的时候，应该10点多、9点多就上传了。真的、哦。本来就要被亚洲冠军了。真棒。要被亚洲纪录保持的。啊，所以我对北北话全部给我收回，就是不这样。嗯。今天早上凌晨破了亚洲纪录。好犀利呀！今天晚上10点了、嗯、正式列入亚洲纪录了，那请大家签。真棒！所以今晚亚洲纪录是赛车教练老大，也亚洲纪录是比赛车教练老大。给你一个棒！所以瞬间你看，什么那奖造起来啦，什么让你成绩你造起来一点都不容易。哎呀！瞬间啊，拉拢闭嘴了。真的。没关系，头颅造起来，造什么起来？我你看记录啊，那是8.59啊，破亚洲纪录了。所以大概。台湾之光是啊，不然赛车教父廖老大叫假的，帅爆了！哎呀，廖云啊、嗯，我今天看到你有签名对不对？啊、嗯，你今天不是帮很多人签名吗？对啊。我看到啊，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？走过来。啊？看到我。安妮啊，我一定可以名字学漂亮点啊！安妮啊，我看你签了个廖、哦，你的爸爸给你念大学，你的名字写那么丑，还比我这个小学生还丑。我这小学的，把名字签的还比你好看。哎，好啦，自己练一下吧，名字练一下吧。